好，然后呢，就用刚才的方式来滑 ，OK。好，你要在很窄的地方，然后要换边，要转雪板，然后要蹲下去。好，然后呢，我等一下挥手之后，大家前面隔两个弯再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我滑哈，看一下我滑。这样不错啊。来，下来一点，再一个弯到下面。到下面，OK， 蛮不错的哦。好，再一次哦。
错啊，很好啊，怎么样？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对了，你刚才说对了，就慢慢压下去，它就不会那么震。对，好，要顺顺的压下去，而且你压一只脚，它比较不会震。如果你两只脚一起压，其实它会乱震。好，就平衡在外侧脚，好，尽量用外侧脚。好，我们直接滑下去，直接滑下去，然后坐上来，上来我们就不走这一道了，不走这一道了，我们要过去那边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去坐拱多拉，就上山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走吧，一一带头。最低的地方吗？好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走了。哎，很好。肩膀放松一点，手开一点，手开一点。滑远一点再转。哎，对，滑远一点再转，滑远一点再转。再转。